又要繼續過關啦，睇下今晚可以打得曬冇。邊個喺度啊？打聲招呼啊！喂，開場。我哋玩呢个小小梦魔，唔系梦魔，小小梦境，唔系梦境，咩小小噩梦啊 ？Little Nightmare 第二集，咁我操控紧呢个角色啦，叫做 Mono， 究竟点样样啊？首先开个电视机嘅先。我尋日突然間玩到呢度停咗，我都唔知道去到邊咗。我喺屋企冇嘢做，都係打機嘅咯。哟，都唔係跳得上去。究竟點嘅咧？呢度？有冇啲隱藏嘅地方？冇隱藏嘅地方，我哋就繼續。首先開咗個閘，跟住應該點咧？哇！系咪应该咁啊？又唔系喎。呢度系我寻日嚟嘅地方嚟嘅 ，OK， 有啲失忆啊 ，sorry 啊，呢度系呢度喺边度咧？哦，我呢度跌翻落嚟呢度 ，OK。我要睇行一擺個 lift 先，唔係我唔知要點玩啊，去到邊？我聽我要坐擺先，睇下去咩地方先。哦，我要落呢间房。哦，我要落间房嘅话就
点样咧？喂，有冇人识玩啊？喂，我 kick 住咗啊！系啱跳落去 ，OK 呢度跳出嚟 ，Yes， 咁我咪到达呢间房咯 ，Yeah， 原来闸系冇锁嘅，好得意嘅车仔啊 ，Hello， 边个买呢辆车仔啊？老板不在，便宜卖。冇咩特別啊！應該冇嘢執啊呢度。OK， 我繼續行。哦。掹嗰个箱去，我哋睇到条隐藏路咗。等先啊！有电嘅喎，地下 ，VV 光你好啊！有边个喺度路过，打声招呼啊！你睇有电噶，一唔小心你就会摔死啊！试下睇先，哦，咁就摔死咗啦。唉，转翻个画面嚟先，好光啊嗰度 ，OK。首先我哋唔可以俾电摔死我哋，就跳上去。我哋就要跳过去。我行前会点咧？我睇到呢度有个 X-ray 喎。首先我嚟睇下个机关应该点做先。OK， 大致上应该知道点啦。首先我嚟删开部电视机先。哇！追我啦喂！追我啦喂！冇咁快啊喂！哇！佢放嗰啲，佢放嗰啲唔知咩，类似雷蛇嗰啲咁嘅嘢喂！删 Q 你电视机，追我啦笨，追我啦！呜！喂！我跳咗上去噶噃，咁都摔你唔死嘅。我跳去边度咧？唔系跳去个，唔系跳去嗰个地方咩？删你电视机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啊！我又死咗。无聊不是这样的嘛，应该怎样呢？
耶！我只系慢咗啫。嗯，佢出死咗啦。有冇嘢执噶？冇嘢执啊。OK，继续行。个 F 3系攞唔到。冇灯，开翻个电视佢。 电视已经爆咗，冇得执呢度，冇得执，咪拖等佢开个门，搞靓呢个位先 ，OK。 哇！哇！喂！我要跌落去噶喎，乜嘢？哦，好在跌落个粒湿痛。讲翻寻日咧，就系我嘅。 拍咧俾个大怪捉走咗，所以我而家入开个嗰个放射站嘅空间入边，要救翻我个拍咧。呢全部已经系俾操控咗嘅啲怪物。 咁恐怖嘅声嘅喂，可以唔可以咁恐怖？我冇嘢攞啊呢度，冇嘢攞，继续行。呢一个游戏啊，差唔多啊，基本上就系好多落雨嗰啲咁嘅。 好多好多白色喎呢个，哇呢个咩嚟嘅？攞唔到啊呢个嘢，冇有顶帽嘅嘢。 哦，我哋去 shopping， 去个车仔去 shopping， 喂，推好啲嚟喂，先，睇下啲柜有冇啲嘢，喂，执下，继续 shopping。 推个 shopping 车落去，哇！你跌得真系靓位啊，即系早有安排嘅已经系。OK， 好明显咧，我就系要点啊？ 跳过去，哦，练手啫，都唔使咁样，又要从头行过。Oh my god！ 啊，又要推个 shopping 车落去。叫你平时食饭啦，边度有力推而家？哎呦！
我呢度一死又要从头玩过喎，好彩捉得到，咦？呢个台有咩嘢？收银机有冇银啊？哎哟，好明显就系掂到水喎，冇事啊。阿李时恩你好喂，啱啱咩啊？啱啱冲完凉。啊！你寻日咁夜冲，今日咁早冲嘅喂？点解嘅喂？点解？话有厕纸啊！啱洗冇你哋，听讲 MCO 之前好多人要买厕纸嘅，哇！你睇我搵到呢个厕纸，应该冇过期喎，新新净净嘅，你睇。边个爱边个爱？呢一波仔边个爱？睇下咩，床底冇嘢，唔使惊，床底嚟病嘅，唔想一边冲凉一边睇住我。你睇住我啫嘛，又唔系我睇住你。OK，呢度应该爬上去。又唔系，咁你应该跳个海嗰度，再爬上个柜去，跳啊，又唔得嘅，爬唔到嘅喂，不如爬唔上嘅喂。哦，呢度上嘅，呢度咩又甩手嘅？嗰啲啊，我都系啱啱开始啫，啱开始过开一间房啫。我开 turbo 跳嘅，点解呢度咁高嘅？你要贴壁先，啲咁曱甴嘅嘢掟晒落去先，挡住我啦。咁大只，掟走晒先。呢个啤啤太大只，太累事啦！呢、这个啤啤，边个爱？掟走。喂 粒啤啤嘅头咁似我个公仔嗰个头嘅。OK，开土波，跳过去。梗系有啲嘢坑住嘅。点解？叫唔上喂，今日叫得上嘅。OK，我到喺呢度啦。咁你点咧？我要删掣，我睇到我掣咗。OK，删开掣啦。删开掣就支持冇电啦，冇电可以直接跳落去啊。塞唔醒我。17分鐘啫，系啊，啱開始啫。跟住應該係拉同索冰車，繼續去索冰。上面裝住咁多嘢嘅，喂，好重咧。喂！嬲诶！准冇？咁不冇？我攞把尺度下先喎。
应该系咁嘅样啦，唔知准唔准噶，最多俾连锁死嘅啫。应该开翻粒电掣又 OK。哇，咁样我呢度一死嘅话，又从头嚟过，好食时间嘅呢度。睇我跳唔到啊！得我惊 miss 添啊，一 miss 就从头嚟过啊！今日开翻粒掣先，你个朋友仔还未揾到啊？佢响好深入嘅地方啊！我而家正在揾紧佢。大碌咯！我跳唔跳到个索冰车咧？喂！有电嘅咧，哇！跟住应该唔使从头嚟过，咪 OK， 好彩冇从头嚟过 ，OK， 咁啊仲好啲，你唔好笑，唔可以咁样笑嘅。佢嘅加快哦，要有啲距离嘅啫噃，系咯，要有啲距离嘅。OK， 有开电噶啦。我玩你好少喎，我叫你玩你又惊喎。喂，我索冰车，喂，我唔系搵嘢嚟做咁样，都仲未推过去嘅喂。唉，咁我死咗佢算啦。What the fuck？ 又要从头行过，哇！呢度一 miss 咧，真系好食时间嘅呢度，所以最好冇咩事冇 miss 啊呢度。边度有人将咁多公仔摆喺台嘅？真系阻住我喺度加跳波，真系。喂，我 L 制有问题啊？都捉唔到嘅。你唔识操作，学下识噶咯。拉掣，拉索冰车，哇，好攰啊！咁样做法，索冰卡，会行啊喂！要谷呢个斜坡啊，谷呢个上斜啊，上面装住好多货啊，好重啊！准冇？狂奔冇？应该咁样样啦吓 ，OK。我觉得我又会死多一轮噶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失败嘅。你
睇我呢度围都捉唔到啊！我点样捉嗰度？啊 ！OK， 顺顺利利。喂！我就系发癫噶啦喂！咁啊，度准啲嚟嘅。嗰度好黑啊，唔知点度咧。佢冇碌翻去，唔知点过啊，时恩。紧个角度，有冇转先得嘅，大佬？好转啊！咩啊？练多几嘢就得噶，我都想啊！前后啊拉唔到，系要边皮啊边拉，边皮拉又唔准喎、啊。阿毛，准毛。系哦，点解咁蠢嘅喂？而家 test 一轮咪得咯，使乜开电嚟 test 啊？哎呀，就太蠢啦 ，test 一轮啫啊。OK， 哦得嘅喂，嗱而家系得啦，等下开电知得唔得啊？哎，而家系得啦，等下开电知得唔得啊？Okay. 希望就可以顺利咁过啊，因为我哋今晚要爆机。佢一知道墙壁就捉唔到嘅，真系。喂，佢一知道墙壁就捉唔到嘢嘅，呢个系游戏其中一个 bug 嚟嘅，我相信。哎哟，好惊啊喂！哇，过咗啦，终于过咗个地方啊！咁我朋友仔又接近咗一个地步啊！
个门冇得开嘅呢个，喂喂喂喂，冇翻去啊喂！哦，即系我响拉尾，而家响前面 ，Oh my god！ 呢个我落去好危险噶喎。 好危险啊！我觉得我而家处境将会有好紧张嘅嘢咯，我相信有咁多件喎、啊。等你度下先，我首先开呢架电视机先，跟住熄开呢架电视机去。 就熄啦呢架电视机去，跟住我哋入嗰架电视机，再飞过去嗰度，应该系咁啊。呢唔死过唔知噶嘛，要test下先嘅。OK， 开电视，睇电视啦各位。TVB 好叻猪啊，奖你一啲 ice cream， 攞过嚟，要睇到有得食嗰种嘛。跟住就。 删呢部电视机，啊，跟住佢哋去嗰度啊，跟住我开翻呢架电视机，跟住咧就走入去，呜，唔好嚟啊喂，唔好嚟喂。 喂！呜！发得癫啊你！呜！哇！好彩，我就走啦。 俾咁多只追喎，有声嘅喂，我仲未到 我朋友嗰度嘅喂，我要几时先救到佢？我 check 开，我朋友叫做小六，我而家控制呢个角色咧就叫做 Mono， 冇嘢嘅呢度喂。 淋下水先 ，OK， 恐怖啊呢度，冇任何嘢嘅呢度喂，嚟嘅先，嗰度有把斧头喎、啊，你睇到冇？ 哦，我朋友啊，唔怕我救你，哎，哎，俾啲 man 捉住啊佢，话唔得啲 man， 啲 man 出咗嚟咗，癫噶佢，佢癫噶，快啲走啊！ 喂，呜，个锄头，唔系个斧头近个头系锄唔到嘅，要远少少。你去睇 YouTube 嚟咗，你知道点过啊？我俾你操作啊，喂，我俾你玩啦。
嘛。ใช่嘛เดี๋ยวยุฮ่าฮ่ายันสร้างนักใส่แจกมั่งอะฮาร์ดเวนตือสันตรงนั้นอยู่เลยคือตับคือกับดีโมคือที่ผันยาวใจแม่แม่ที่ผันยาวใจฮักปากแม่แกจะวันโดนโง่กันละโอ้ก็ได้จะไปตาบิ๊กบอสก็แล้วอ่ะคำกล่าวว่านี่ตัวไหนดิมกาเรียวเว้ยไฟเสาเว้ยให้เลยเว้ยกูถามก็สิ่งที่ตู้จะเป็นตู้สัตว์เลย你知佢嘅出現咯，我就會好 slow motion， 好 slow motion 咁樣樣，好 slow motion 咁樣。你睇動作係慢咗嘅啫喎。丢啊！最计捉得住，捉得住之余咧，我哋又要又逃跑啊！冇 kick 住先得嘅。佢又追到嚟噶啦，系咪？好快啊！好快！开慢镜头啦！你死马后边摄住我啊，好似有摄贴咁啊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拜拜，拜拜。我真係好無奈嘅啫喎。
因为我嘅操控紧嘛，嗰个 Deadman 一接近你咧，佢就好慢动作，好慢动作，好慢动作咁样嘅喎。哦，我死咗啦！宣布收皮，正式宣布收皮。我扭到腰骨啦，你听冇？你睇住先吓，我去个厕所先，俾吓亲啊！真系吓到飙尿啊！去个厕所先。翻嚟啦，翻嚟啦！喂，真系好似拗柴咁啊！我哋喺嗱，你睇呢度走火入魔咗，佢睇到小鹿嘅影子咗，听冇？一个 Deadman 嚟噶咯，做咩佢会受伤嘅咧？受伤咗仲可以执鞋冇嘅，我执唔到嘢嘅而家。我聊要几耐啫？喂，要开埋 cam 俾你睇冇？我个镜头系咗，咁都俾你及到添。OK OK。你冲了粮食饱没？开镜头俾你都唔敢睇啦，系啊，要洗牙。又你？冇再追杀我啦！嗰啲标钉会曲噶喂，我已经受伤咗咯，我要除帽咗噶啦，已经系。你唔好逼我除帽啊！我除帽我自己都惊啊，真系。你睇，我已经跪低啦，跪地求饶啊！阿 Deadman， 你冇再追杀我啦，我顶帽都放低咗啦。我除咗顶帽，我自己都唔知边个嚟噶。
真正交手，交手时刻到啦！真正交手时刻到啦！等阵我未睇到你 comment 啊，我而家同佢交紧手啊！死啦！你仲唔死喎？啊！你晕低啦，得啦。如果而家时候我未食，我会好嬲噶。点解咁嬲？系咩？开镜头都睇唔到啊，梗系啦，因为我遮住咗嘛。我已经打赢 Deadman 啦，恢复我嘅世界。我系一味要揿字粒掣嘅，因为OK， 终于可以放手啦。哦，真系要落嗰只电信塔嘅空间咗。你系咪觉得呢个 game 系好有落水嘅感觉？你睇，应该最尾嘅关头已经到咗噶啦。最尾关头应该系要搵我嘅 friend 啊。今夜仲唔食饭？食得你咪半夜咯。唔嬲先奇。咁你嘅猫仔有食咗嘢未啊？嗱，新上任嘅 Deadman 喺度啊！我将会系接班人。听到音乐盒嘅声冇？你哋咁啊，所有嘢都浮住嘅。我掟咗上去，我攞唔到。OK， 你听到音乐盒嘅声冇？佢锁咗门。朋友仔仲未翻嚟，而家系救佢啊！而家就系救佢，食咗啦！佢哋好准时嘅 ，B B 要食饭准时啲，仲系 B B 嘅咩？嗰啲猫路过嚟嘅，我觉得。哇！呢度好难搞啊！呢度要跟住有。要跟住有音乐嘅地方行咯。啊，呢度冇音乐嘅，入翻嗰度。呢度听声好重要嘅，啊，有音乐嘛 ？OK，OK， 呢度冇音乐。啊，呢度有音乐，上楼梯。哦，冇音乐啊呢度。在这里啊，我Deadman Man都死了，应该没有怪物的话，现在挑战我朋友仔而已。我朋友仔很强的，他入魔了，人家没有一年的，他们 BB嗰时我就抽住佢哋噶啦，你唔系响云顶嘅咩？等
冇音乐嘅呢、這个，唔系呢只。喂，你门锁咗，我点样入？佢门锁咗咧。哦，我要推呢个门。推开，但我冇入去，但系佢锁门嘅。OK， 调皮的风。咁企 L 啦，我执到你翻嚟陪我，如果唔系，自己好寂寞。你边会寂寞啊？你咁多人陪，哇！咁多间咩喂？边度有音乐？呢度听音乐好重要啊！呢度喺呢度啊！听音乐好重要，冇啊，最尾一个楼梯咗啦，鬼冇人陪啫，你有人陪嘛？我朋友仔啊！我朋友仔变成咁大只咗啊！小鹿，小鹿受咗啲黑暗力量啊，变成咁样咗啊！俾我，我要救你啊！喂，跟住我而家要做啲咩？Press Y to call. Go. 咁就俾你砸死咗噶啦。唔系啊，个。佢嬲我冇救到佢啊！佢俾啲 man 捉咗嘅时候，我喺床下低嘅时候，佢系靠个音乐盒做佢嘅 friend 嘅啫嘛。哦，见到关键嘅嘢咗，我而家要揼烂个音乐盒嚟救佢啊！其实佢先正系主角啊！你冇睇第一集咩？佢先系主角啊！哦 shit！哇！哇！要追杀我啊！喂，我哋朋友嚟噶。
你冇搞错咗啊喂，我救你嘅啫。呜呜，佢一揼我就跳唔到咗。我哋 good friend 嚟噶。Very the good friend 啊！哇啦喂！佢俾黑暗力量搞成咁啊！抄我唔到，抄我唔到，抄我唔到！佢嘅落水山变成咁大件嘅，跟住大件嘅喂，佢嘅手曲成咁嘅，佢先系主角嚟。你睇下可以变到几大只？我冇佢咁大只啊！睇下有咩执先，应该有嘢执喺呢度。冇嘢，冇嘢执嘅，设计个景出嚟嘅啫喂。哦，咪有粒人头喺度嘅喂。最尾关键。佢都唔會應該有嘢俾你執啊嘛！冇啦，唯有用翻個坐頭，唔係斧頭。佢嘅頭髮好似大碌啦！我呢度係點㗎喂？点嘅喂，啲好似好刺激咁噶，呜，又系咁样嘅，佢头发冇剪啊，系咁样噶啦，为咗救佢，个音乐盒我一定要打烂佢，唔可以俾佢再附入啲黑暗嘅力量，最多啲人买多一只俾佢。诶，又攞斧头啊！呢度应该点救啊？呢度喂，仲未过关噶，仲有几远啊？我觉得个难度越嚟高咁样嘅喂，会冇喂？喂，去边度啊？冇路可行咁样嘅喂。哦，呢度要过咁多个地方嘅咩喂？诶，哇啦！我把锄头喺嗰度咧。
我点样攞我把嘢？点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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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呢度点样？哦。喂，多余啊！啊，有啲难，有啲难，佢到处都棘住嘅地方。你手好长啦，喂！系好发烂仔，佢而家佢真系好发烂仔，而家好行好行，有声有声，差唔多捉到噶啦，差唔多捉到噶啦。怎样呢喂？点啊喂！我棘住咗呢位，点样啊喂？
好緊張啊！喂，我唔知點咧，喂，斧頭我攞到咗，但係縮開你的手去，我要幫你打爛佢。喂，做乜死咗嘅喂？點樣樣啊呢個喂？冇理先，掹開個嗰把嘢先。OK OK， 知道點樣講咗。你俾我打爛佢啦！它變回原裝了，但是整個地方去了，整個地方好像有些變化。哦，冧啊喂，整個地方喂，兜啊！哦，你 Q 死咗，有个大窿添。死啦！死啦！死啦！呜！佢又跳开咗，跳唔到嘅。嗰啲跳唔過嘅喂，呢度要跳幾多輪咧？我都是跳呢度嘅啫喎，做咩跳唔到嘅？呢个 game 系要多搞多几次，死多几次。太早跳定咩嘢？咁一直咁嘅样嘅 ，Oh my god！ 啊，呢度棘住啊！
哦，要跳嗰度去 ，OK OK。 关键时刻到了，油门镜头。呢度你知点解做咩放手冇？ 佢哋话因为我冇戴面具，佢睇到我样，知道我系癫 man 咗，所以去放手。第二个解释咧就系小六好记仇，佢觉得上次我冇救到佢，佢黑暗一面出开嚟啦。唔信你等人睇一睇啊，因为佢已经可以控制个力量。 入电视机啊，出电视机，应该系咁啊，应该 ending 啦，应该系啊，今日好快，11点啊打完啦。 我仲有得玩嘅，系喎，佢就系睇到我就系将来嘅癫 man， 所以佢就因为癫 man 俾我杀死咗嘛，我而家系继承人咯，但系有人讲。 系如果佢救我出去嘅话，呢个电信塔就冇接班人咗嘛？你咩望住我？你眼睛做咩望住我？督爆你眼啦！ 爆你眼啦，咁精嘅喂，捉爆你眼啦。OK， 真正上位啦，接班人，督鸠佢眼，好多粒眼啊，点督啊？呢度咁多眼。 多粒眼喺呢度，哦，你又走去睇故事系咪？佢呢把头发真系型噶啦，唔该戴翻个头套啊喂！但系点解佢一开头嘅时候咧，呢个 mono 点解一直戴住个头套咧，或者面具咧？第一集嘅主角系小六嘛，第二集而家系玩嘅系莫诺嘛，咁第三集佢哋话将会有更隐藏嘅故事要出嚟咯。而家第一集同第二集咧。 都唔知系前传咧，定系续版嚟嘅，所以系好多人都估唔到啊个故事。但系你玩紧入边嘅情景啊，你出现好多嗰啲第一集嘅嘢啊，喺入边。啲人讲呢个第二集唔知系前传啦，定系续版啦。嗱，我就变成另一个癫 man 啦，就闯个房间嗰度啊。 因为我俾阿小六遗弃咗，呢个就系大结局啊！点解生到咁瘦嘅癫 man？
第一集冇睇到啊，下个星期系打第一集啊咪，第一集系操控嗰个小鹿嘅，小鹿系好疯狂嘅，因为一冲我嘅时候就恶魔出现嘅，因为就走人嘅。点解会变成咁细只，变成咁大只嘅咧？点解咧？我就闯落个地狱救小鹿出嚟，小鹿最关键嘅时候，佢竟然放手，佢顶低我，因为我冇戴个面具，啲人咁样讲啊。但系小鹿都变成恶魔咗啦，佢已经。控制到佢嘅黑暗嘅力量咗，唔信你睇下小鹿做啲咩事。冇啦，我边度够屎恩手？系啊，咁就困住喺度啊，咪多得小鹿啊！我闯入个地狱救佢，佢竟然掟低我喺地狱嗰度。哎，好似冇。呢、这个就是 ending 啊，系有咩睇噶？等我打快啲先。呢、这个因为音乐好得意喎，可以放手机铃声喎嘅呢个音乐。今日好快啊你，十一点咗就爆开机啊！肉肉咁好嘛，啲猫鍾意揽呀。我音乐盒係呢个声㗎喎。快啲！睇下有冇 ending 睇啊！你睇一个 game 几多人做嘢，听冇？咁简单啊！有冇时间你嘅工作喺度啊 ？CFO、PR Manager、Trade Manager、Product Manager、Event Manager、Marketing Director， Special Thanks。喂，系咪啊？佢做咩多谢我嘅喂？我睇错名啊 ，sorry。COO、CEO， 哇，几多人制造啊呢个 game？ 所以你谂下啲故事，啲嗰啲故事又唔系好明显俾你知道噶，就俾你拖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三集咁样，俾你搞到。好似蒙查查，真系喺梦境咁样啊，一头雾水啊 ！Little Nightmare， 搞到真系一头雾水啊！唔知佢打一两集都唔知讲乜嘅，啲故事好似砌拼图咁样啊，砌啲呢度，砌啲嗰度，俾你估下咁样，咁都系一种 marketing 手法嚟嘅，就系、是、俾你知道晒。你一下睇完你就不会再欣赏的了，如果你又给你看一些这样若隐若现这样、啊、你就会一味在那里看一味在那里按嘛，你就会更有意思去研究它，你就有那种渴望的感觉在那里等待它。 Little Nightmare 第三集应该不会今年的了。
加呢個 game 係啱啱二月一月幾一月尾嘅時候出，跟住應該最快都要下年噶啦。喂，咁多中文名嘅？哦 ，Korean。哇，你唔係全部 casting 都放曬落去嘛？哦，文大南科。喂。sorry 啊，我唔系打到 good ending， 所以系冇嗰只小鹿嘅喺电视机嗰度飞出嚟嘅画面，就见到佢可以控制黑暗嘅力量咗。嗰只系冇嘅，因为我打嘅系 bad ending， 就睇唔到，唔系 bad ending 啦，就 normal 嘅 ending 啦，就唔会见到有一个 special 嘅 ending 啦，就系咁简单。OK。Little Nightmare 第二集，第一次玩呢、這个 game 系十分入面系俾九分啦，都系几唔错啊呢、這个 game。因为近排咧就系、是、会咁多年打咁多 game 咧，我都冇心去爆机嘅，即系咁多年嚟系第一摆有一个 game 可以令到我系会有心去爆机咯。系开 live 爆机俾你睇啦，咁呢个 game 真系十分未够分啦。Little Nightmare 第二集，咁下一个 game 系试咩 game 咧就未知道嘅，就系、是、留守住我哋嘅频道，一齐去测试啲游戏啊！咁多谢你哋几日嘅观众，呢、這个 Little Nightmare 打咗三日，真系玩几小时几小时啦。咁如果真正你玩过嘅话，你重新再玩咧，应该系两三小时嗰啲，应该可以玩一次过打得晒嘅，因为好多好多机关、好多 quest 嘅地方系你系要死过、死过、死过无限次咧，你先正会知道点样过嗰个地方嘅。但系因为就系你循环咁样死好多次、死好多次咧，跟住咧你就会嘥好多时间啦。咁你玩过开一轮嘅话，你就会知道点样去行噶啦嘛。所以你从头再玩过嘅话，应该系两三小时积极咁样玩，应该系两三小时去两小时几啦，应该可以爆到机嘅。好 ，OK， 咁呢个 game 系到此为止啦，系来自班带南哥嘅。咁刚才嗰个主角都几得意嘅，第二集嘅主角 Mono。有戴字面具啊，冇戴字面具咧，个头就好似爆炸咁嘅。跟住有小鹿啊，小鹿就系着住个落水衫黄色嗰只啊，雨衣嗰只啦。跟住就到此为止，多谢大家收睇，多谢你哋嘅 comment， 多谢你嘅 like 同埋分享。咁我哋等下一个 game 唔知咩 game， 我哋就一齐再见面啦。多谢阿时恩，阿做 N 应该未上线啦。咁啊。到呢度为止啦 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